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太阿蕊。我这两天出门了嘛，一直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阿蕊，你的萝卜还有呢？要吃萝卜嘛还不简单，它会有肉桂。”你瞧，立马安排，今天我就多做一点，嘎。酸萝卜片片要有粥来配才过瘾。现在我们来做个皮蛋瘦肉粥。100克糯米，100克普通大米，先用清水炒一下。炒好的米加清水泡半小时。
你有什么厉害？我给炒水。